蓝营当中有蛮大一批人，他必须要选择闭上眼睛来找，才能够找到自己能够继续活下去的理由啦。否则，看到民进党政府，看到蔡英文受到的待遇和规格，其实我觉得对他们的这个内在自信心是有严重的伤害的。那所以，当这个以美论，哇，以美论是存在的啊，那。当你看到麦卡锡办公室发出的这种官方的邀请的时候，叫大家记者要去报名的时候，这就是一个公开的官事访问行它上面特别写台湾台湾总统。那所以当你看到这一张的时候，你难道没有觉得，那我之前讲以美论是不是有一些自打脸、自打嘴巴？没办法，因为他们必须要闭上眼睛，他们没有办法看到事实的真相。好，那不管你是不是闭上眼睛，不管是不是有打击到你的自信心，这群人其实都无法抹灭一个事实，这个事实就是蔡英文跟麦卡锡的见面。会登上世界各国的国际头条，就这件事情你无法否认，否则不会有160个记者跑去登记我要采访，不会有这个美国的各党的这些议员跑去报名说啊，我们要跟着麦卡锡一起去见蔡英文。也就是说，跟台湾的总统见面这件事情，对于这些人来说是重要的。刚佩文姐讲，不只是麦卡锡觉得重要的，其实很多国家为什么有这么多的访问团来到台湾，是因为他们认为跟台湾这样子的国家见面，对他们来说是重要的。那所以我们看到，在这个蔡英文抵达洛杉矶的时候，不是也有一些中国的人，然后跑去支持蔡英文的吗？在那这里，所以对，挺台中国人到场声援，对，所以这个就证明了说，因为台湾的价值。台湾的民主是让这些力量能够凝聚在一起，这也是为什么大家拼了老命要报名去跟蔡英文见面的原因嘛。是因为我们的确创造出这个没有办法让人忽视的价值和民主的成就。那所以你用更多的这些，不管是时代广场的影片啊，不管是登报纸广告。拼了老命在羞辱蔡英文，这些事情其实都只证明你中国到底有多在乎这一场见面。因为你在乎，所以你生气；因为你在乎，所以你要花这么多钱、花这么多精神力量来攻击蔡英文。也就是说，这一次的见面是成功的，是有效的，是能够让台湾在世界上面更进一步的，让各国对于台湾的信赖。以及互信的那个深度是更往这个楼梯上方走的，那所以你就只能自己生气啊！你生气了会影响到美国跟台湾之间的互信的程度吗？不会，你只会促使这些民主的力量连结的程度越深而已。